又到了我们工商时间，哎，工商时间，那么我们先放一首歌给观众朋友听一听。那么这次我们是开放点歌哦，啊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？练习。练习。哦，我们乐队老师可能还不会。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老师还没练习了，他还没练习，清唱好不好？好，清唱，后面跟上。好，如果留下多一秒钟，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，我会愿意放下所有，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。幸福只剩一杯沙漏，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，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，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。啊！掌声鼓励。下面继续收看广播剧《上海滩》续集。这位年轻人，什么在上海这地方，没想到能碰到赌侠，顿时使我寂寞的人生出现了一盏明灯。接下来要比什么？看过没有？他恐怕还没看过这个东西。真的吗？请问赌侠这玩意儿会玩吗？我知道这个，就是这个嘛。这个叫做陀螺，陀螺，感动，陀螺，感动啊！闽南语叫感动，感动，感动，很简单。你是不是饿了？你这样翻过来好像一个包子的，没有，好像放在桌子就拜拜的那个。哦，好，让你们先。哪里哪里，来者是客。好一个来者是客，赌王赌侠，在陀螺这一项究竟谁胜谁负？别走开，广告后马上告诉你哦。好，让你们先。哪里哪里，来者是客。兄弟，这就不要再推辞。应该怎么样？那么我告诉你，下一次你来宣传再打。不是。下一次宣传，教他嘛。首先把这个尾巴转在中指上面的，都可以，中指或无名指，哎，对啊，绑在你的手指看吗？绑在你的手指上，然后打出去拉回来。哦，好，音乐，哦，还要有动作。哦，哎哎哎。谢谢今天来宾，谢谢，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，谢谢，谢谢。下面继续收看《上海滩》第三集。没想到在上海滩能够找到你这样的对手，你就好像寂寞啊，寂寞。接下来要比什么？比这个，看起来好像是拜拜在用，不让你看一看也不知道台湾民俗的厉害。现在接下来有是工商时间，心事。
这赌侠他一定要想办法弄会才行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一定要看到华哥弄会啊。哦，哎，金娜下不下赌一下吗？下个星期你还会回来宣传，我们在等你去。啊，没想到。哦，哎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有跟我讲，大哥功夫一流，我跟你讲，是吗？他会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双节棍啊，大哥，啊，这里兄弟来，哎，这个我们让对方先，好，哎呦，嘿。哎呦！哎呦！地方文化还没有问名牌。哎，这个还不简单，这个平常来讲我们就输给他没办法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哦，没关系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都知道你那个乐器方面非常在行啊。哎，我们大哥啊，吹喇叭一流了。今天准备了一支非常适合你的。太用力，顶进去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哎。这进叫进跟不阿多的，你这拿到这一支，我们这边还没有试，对不对？有的，可以的。听说你吹，要能吹出声音来。哦，哎呦，真的可以吹出声音来。有，好像胃肠部。只有吹长音啊，哎，不得了了，有声音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。哦，回到上海开始第四集。你们刚刚那个都是小把戏了。我大哥拍过一部电影，叫做什么梦？爱君如梦。里面他就是一个很会跳舞的人。哦，探戈。会不会跳探戈？探戈算什么？这一次让他们先来，请了。啊！哎呦！
加快。你的武技果然令人钦佩。一个当老大的人，没有两把刷子可以当老大吗？果然你是够这个资格，换我秀了吧。好，大哥，请。能歌善舞，免惊了。站起来。啊！我要他。啊 ？No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老大，以前我学的都是女人的舞步。我跟那女老师学，女老师教我的都是女生的舞步。如果你不嫌弃，老大，你这些手还能动吗？大哥，你不能怪他啊，因为那个女孩子她这样弄刚刚好啊。你不是啊，你这力太大了。小姐跳得太好了，掌声给她鼓励一下，谢谢刘老师。